总统加油！总统加油！总统加油！现在总统、副总统将步行到庭园区问候乡亲，请乡亲配合会场内的服务人员就地等候，不要推挤。起码总统跟副总统为了跟乡亲拍招呼，跟乡亲会好会进来服务人员，唔通塞来塞去，维护大家安全。今天的人潮非常的众多，请各位侨胞乡亲让条路，让条路，让我们的总统跟副总统经过。现在总统跟副总统与侨胞朋友们近距离的问候与互动，向乡亲们致意，请侨胞朋友不要推挤，小心安全，并让一条路。我们看到总统跟副总统非常的亲切，大家也都非常的热情，因为现场的乡亲实在太多了，现场的空间也有限，总统跟副总统实在没有办法一一来跟乡亲来拍照来握手，请乡亲多多包涵，不要见怪。另外也请乡亲朋友尽量保持动线的顺畅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不要推挤，小心自己安全，也维护总统跟副总统的安全。现在总统跟副总统跟侨胞朋友们近距离的问候与互动，向乡亲们致意打招呼，请侨胞朋友不要推挤，小心安全，不要推挤，小心安全，也维持动线的顺畅，谢谢各位的配合。请各位侨胞乡亲注意自身的安全。
人非常多，非常的多，请各位乡亲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也请各位乡亲来配合。请各位侨胞朋友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。请各位侨胞朋友注意自身的安全。也请保持动线的顺畅，谢谢各位的配合。